净空法师法语。13身体气味不一样。一学过一点医学的人都懂得，每一个人身体气味不一样，这个气味叫体臭。二人身体气味不一样，给诸位说，所有一切动物它身上气味都不一样，同一类的都有大同小异，绝对找不到两个人或者两个动物体臭完全相同。什么原因？从心想生，他想的不一样。三他想的很接近，但是不会完全一样，因此每一个人的气味不一样。心地善良清净的人，那气味很好闻，心行不善的人，气味就不一样了。四凶狠的人，我们常讲那个人有杀气，有血腥味。真正修行人，心地清净善良，身上气味很香，清香。像虚云老和尚，他一年洗一次澡，但他身上有清香，很远就可以闻到。http://www.book853.com/show-asp-x:ID:246616-sip-159:559